每个熊猫的关注点怎么都是这个盘子？闻一闻啊，唔好食噶，喂，系啦，掉佢啦。对，里面这么多好吃的。你看你的火锅，你的大火锅里面有什么好吃的？对，把你的21岁的一字丢起来。哇，喂，这样的吗？喂，这是另外一个9.9哦，9.9。怎么吸引你的总是些特别的东西？对啊，吃水果就好啦，盘子不要了吧。还不拿出来，这个拿不了了，靠自觉吧。反正今天是美琪妈妈的生日，她喜欢怎么拿就怎么拿吧，心疼一下就好了，让香香。盘子里面有我们的竹笋粒还有胡萝卜粒，不过盘子现在还是抱得紧紧的，看来梅琪妈妈非常的满意今天的盘子。喂，好啦，不好吃啦，对了，丢了，哎呀，不好吃，扎嘴耶，不要啦。对呀、啊，扎嘴的，虽然是竹子做的，扎嘴不要吃。对，挑个大冰块吧，解解暑吧。哇，又挑了一根大竹笋。你看，夸里胡哨的那些小花花就被他丢到地上去了。美琪妈妈简单直接。喂，笋头都不吃啊，今天。便宜你的儿子了哦。